不论用什么样的手段、方式，夺取别人的财物，或者是剥削别人的利益，都是属于盗窃。盗窃果报之严重，如果不是佛说，世间人确实没有法子理解。佛在经论上说得非常清楚，也说得很多很详细。如果我们盗一个人这个财物，戒罪比较轻，将来还债还一个人的。如果是公共的设施，像世人所谓的贪官污吏，他所侵夺的是人民的税收啊，国家的财物啊。那么借罪呢，将来要还债呢，那所有纳税人都是他的债主，这个事情就麻烦大了。我们要看看那个债主是谁，债主有多少啊？国家的公共设施，那个债主是全国人民，你说怎么得了？什么时候你能够还清？比这个更严重的，佛讲了，常住就是僧团里面的财物。地藏菩萨本愿经里头说得好啊，佛说阿逆十恶之罪，佛有办法救度，道常住无，佛不能救啊。为什么呢？寺院里面公共设施这些财物，他这个范围叫十方常住啊。那么债主比一个国家人多了，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出家人都有份。这个债主的数量比我们整个地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还要多很多很多倍。这个数字没有人能够计算的，但是今天侵夺这个寺院安堂财物的，不知道这个厉害，不晓得这个果报。我们读佛经深入经藏，才粗粗明了事实的状况。现在讲升官，得到更高的职位，
从这个低的职位攀升到高的职位，这叫谦。那么他求取这个职位是用不正当的手段。现在这个社会里面这种事情太多了，无论是国家的机构或者是私人的公司，以不正当的手段谋取更高的职位，升迁我们到处都听到，甚至于看到这些事情，迷惑颠倒的众生他才干这个事情。真正觉悟人，真正明白人，决定不干这个事情。真正为社会为众生服务，佛家讲的布施供养，什么样的身份都能有，不一定要有地位，要有权势，没有地位没有权势照样可以做。中国古代的时候，这有些同学念书过文里头念过武信呢，武信是个乞丐呀，乞丐也能做圣人，乞丐也能做佛菩萨，他每一天在外面乞讨那一点钱，逐渐逐渐攒起来，他办了不少学校啊。在我们佛家讲啊，那个乞丐是佛，是菩萨，不是凡人的。在儒家眼光里面，那是圣贤，不是普通人的。那么由此可知，何必要争取这个社会地位？现代人讲争，竞品竞争，这个跟我们中国文化完全不相同。我们中国文化让啊，哪里会有争的道理？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